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。首先欣赏一点这好听的歌曲，介绍是杜新田、杨倩石带来热门的经典国语歌曲《热线你和我》。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，属于你和我。你身上情，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。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，哈哈哈，热线你和我，哈哈哈，热线你和我。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，属于你和我。铃声响起，那就情话悄悄说，除了我们别人受伤，占有半秒钟，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。早对你讲出心内话，想了几暝，才想那歹势，看到你我完全袂讲话，只当头咧咧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，讲我袂明，较想那你真是亲像像吹着风在吹。只好写着一张爱情暗示过，为作者的婉转来表达我有爱。伊会闻着你的可爱，伊会闻着你的风采，让我对着你无比的亲爱。窗外有阵阵的风雨，管他天色我你哟，只要有我来照顾，头前的路多艰苦，免你来操劳。来快乐过你心事中等一遍，啊，真心来敬你一杯，欢欢喜喜过一生。爱你呀咿呀咿呀咿，呀咿呀咿呀咿，爱你呀咿呀咿呀咿，呀咿呀咿呀咿。吹落去，莫想过去，过去算什么？爱你呀咿呀咿呀咿，呀咿呀咿呀咿，爱你呀咿呀咿呀咿，呀咿呀咿呀咿。过去的好暗暝，我的爱情吹落去。
感谢观众的支持啊！我们这个自从开放的这个观众来唱歌之后呢，广受大家的好评，报名踊跃。是，当然的，观众权益也不能忘记。是，我们也要介绍今天的见证律师江黄桦律师为我们见证抽奖。观众朋友们也赶快拿出你的手机，下载民视线上 APP， 跟我们一起预测今天的最高分，拿奖金。